四月十二日晚，林允儿在微博晒出最新美照，照片中她戴着一头粉色齐刘海短发的假发，穿着粉白条上衣，甜美可人。害怕粉丝误会，还自己在评论区留言强调是假发，物理允儿太可爱了。粉丝纷纷留言道，姐姐好美啊，想念你，假发也好美，我点开方式正确了，姐姐居然更博了。